浴室有三个宝贝，请大家记好了。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首先要面对它，第二要处理它，第三要学会放下它。很多人一生非常的成功，为人处事非常的严谨，他也有三宝。第一宝叫谦虚点，第二宝对人礼貌一点，第三对别人要多多的赞叹一点呐。学佛有修养，也有三宝，要懂得安静的身体，慈祥的脸庞，沉稳的性格。家庭也有三宝，第一要喜欢，不管太太先生他喜欢什么，你都要跟着他喜欢，你家庭就会幸福。第二要幽默一点，第三要学会体贴一点呐。饮食上我们也有三宝，第一宝是营养要均衡，第二宝是食欲要节制，第三宝是吃完了要学会感恩呐。健康上啊也有三宝，要会健康，首先要常走路，少欲望，心平气和。学习上有三宝是听别人讲，看别人行，自己要信愿行啊。交朋友上面也有三宝，第一要诚信交友，第二要正直的待人，第三要谦卑的做事。学佛人心中有三宝，要懂得用真实心、慈悲心还有宽容心，你将在这个社会上无往而不利，一切随缘，你会达到一种超脱人间烦恼的境界。